Hello，大家好，就说一下，好好学习，这啥吧？每个人都是我们的榜样，术业有专攻，大家的强项不一样，但不代表他不是我的老师，因为他强的地方我不一定强，所以呢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择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最近呢，怎么说呢？大家先不要这么做。但是呢，我要说的是，我看了视频。我看了视频之后呢，我会发现呢，有一些人他脾气非常好，他其实脾气好到不行，就是别人呢挖苦啊、打闹啊，甚至处境不好的时候呢，都不会生气。这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。还有呢，有人呢就非常非常的努力，就是他，你看他很柔柔弱弱，他可以迸发出非常多的能量，然后非常非常的努力，这个也很重要。所以好好学习，所以呢好好学习也是指我们可以学习别人的优点。然后呢，进而也让别人来好好学习我们，互相促进，加油。